不需要千军万马，只用刀锋一舞或是炮火全开，我便能赢下战争。是男人，就必须直面每一场战斗。我即战场先锋。 近身格斗，或是远射合并，压制，我是专业。不论是炫目的鸣枪，还是追逐的暗箭，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 战争从未改变，却又改变一切。它让我们丝毫没有准备，毁灭了文明的象征，带来了灾难与杀戮。恐惧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，但它永远无法摧毁团结的意志。百年之后。 万物复苏，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为了种族存续与文明复兴，我们必将排除万难，勇往直前。直到有一天。 如果我，哦，看来的确，虽然，放心吧。
还拿着。你醒啦，感觉身体怎么样？他们，暴食军团只是永夜军的七大军团之一，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等着我们。想要到外面扎根，除了要对付日军，还得解决变异生物。如果不能驱逐这些永夜军，后续的避难所撤离的人就危险了。